出银行。铮铮男子汉，凭着那侠骨胆心，成就功业多我也不知道啊。什么不知道？你以为你说不知道就没有责任了吗？这父王，贺将军的手下有这么多人，难免有一两个做错了。我想这个事他可能的确不知道。混账！现在你还来帮他说好话，总有一天你老子被他们给宰了，他也说不知道，那就没事了吧。我啊，启禀大人，三公子觐见。三郎，是，快叫他进来。是，快。西门飘拜见大人。三郎，怎么，你没死？怎么，大王以为属下死了？这两个没用的东西回来告诉我，说你一定在插天峰山顶上摔下来，摔得粉身碎骨。老王，三公子，您真是大福大贵大寿之人，从那么高的山岩上摔下来，居然连一点伤都没有受。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末将在这儿先向您恭喜。三公子，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，我们真是高兴极了。这样，明天我摆脱酒席，好好的替你洗洗尘。少将军同意，在下心领。大王，属下这次能够死里逃生，倒是发觉了两桩可。疑之事，三郎，您发现了什么两桩可疑之事？第一，大王命我等前往插天峰之事，这徐家堡的人怎么会知道？可见，咱们这府中必有内奸呢。啊，这还得了？王府居然会有内奸？贺荣芳，在，你给我查。给我清清楚楚的查，我限你三天之内把奸细给我抓出来。啊，是，大王，听见没有？听见，听见了。哼，三郎，大王，你再说，这第二件，当属下正当反腐之际，正是这刺客躲入锦幔之后的时候，这贺将军。不分青红皂白，也没看清楚刺客是谁，就一刀将他刺死。大王，这似乎有杀人灭口之嫌吧？贺荣芳，在。好啊，你竟敢指使你的马夫来行刺我！行刺不成，你也杀人灭口是不是？大王，冤枉，冤枉！这真是天大的冤枉！属下对大王的忠心，为天可表。
求求你，求求您就念在属下跟随您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，就饶恕属下这一次疏忽之过吧。父王，现在余忠大军就快打到泽州了，您这是用人之计啊，我看您还是原谅贺荣芳这次吧。好了好了，都给我滚下去。多谢大王，多谢大王。谢父王。还不快走。是。站住。大王究竟受伤了没有？没有。那他为什么说你死了呢？大王，只要属下能够回来，这件事情过了就算了。倒是火药全部都被狄雪琼给推下了丹河，属下难逃失职之过。算了算了，这次你能够平安的回来，我已经够心满意足了。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回房，再去睡一会儿。明天我们好好的商量商量，怎么样对付余忠。是。新门票，你没看见我啊？看见了。看见？看见了为什么不跟我说句话，不跟我点个头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是冤家还是仇人呢？大王有要事找在下前往商议，我为什么一定要停下来跟你说话？人人都说你死，我为了这件事情操了多少心，现在好不容易把你给盼回来了，难道你不应该把经过的情形告诉我？经过的情形，令弟跟贺荣芳比在下更为清楚。少将军，好在西门飘没有把隔断神子的事情说出来，否则的话，在大王面前咱们可是百口莫辩的。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操心过，因为我了解三公子的脾气，我很清楚他绝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，可是他会暗中的调查清楚你为什么要陷害他。哦，所以我看月底你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跟云姐成亲了，做父王的侄女婿了，而且我还告诉你，你绝不能再有第二次陷害他的念头，因为西门飘绝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。哎，真是不甘心，天下漂亮女人这么多，你为什么偏偏要娶我的云姐呢？我就是看他顺眼了，除了高湘云以外，哪怕是天仙下凡我也不稀罕。哼。启禀少将军。什么事啊？导护者已从进修观回来了。究竟是谁呀？不许对我师妹无礼。哎，我只是问问她是谁，这怎么又算是无礼了？出家清净惯了，容不了你这种粗声粗调的嗓门，你最好少给我说话。好好好好好，我不说话就是了吧。奇怪，哎，亲戚上这儿来。沈阳，这位道长既然是您的师妹，那我们应该喊她一声道长呢，还是师姑啊？叫师姑好了。哦，可是这位师姑为什么不把帽子摘下来呀？哦，我师妹病重，怕风怕热，口不能言，腿不能行，
否则我也不会把他带到府里来养病的。娘，这回你回来该多住些日子吧。嗯，那真太好了，幸亏这位师姑生病了，不然的话你还不会回来多住些日子了，真该多谢师姑了。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啊，娘，我又说错了。夫人，你这趟回来打算住在哪儿啊？当然还是住在我原来住的地方养心楼了。好，我马上派人去打扫安置家具，另外派20个人伺候你们，你看够不够？一个都不用，我们要的是安宁静养清修的环境，你最好吩咐府里头任何人都不许到养心楼来一步就行了。好，好，这没问题，谁要是敢走进养心楼一步，我就宰了他。夫人，我只是说说，又没有真的宰了谁，你这又何必呢？娘，那如果你住在养心楼，连我也不能来看你啊？谁都不许去。来，哦，夫人，你这趟回来时候正好，这个月底是乡邻成亲的好日子，你这个做婶娘的也替他多拿点主意。哦，湘云，你就要成亲了，怎么我这个做婶娘的一点都不知道呢？娘，云姐要嫁的人你也认识的，就是三公子西门飘嘛。夫人，你的意思怎么样啊？日子都定了，我的意思说出来还不是等于白说吗？我师妹要歇着了，把软轿抬到养心楼去。是。婶娘，让我送您去吧。不用了，以后没我的话你也不许到养心楼来。哦，走。觉得那软轿上的那位道长十分可疑呀。从他一进来我就发现，两条腿明明好好的，他就不肯站起来，要坐在什么软轿上，头上嘛又是帽子又是面纱，藏头露尾，简直不知道什么路数。父王，这个人是娘带回来的，有什么可疑的？你懂得什么？如果不是婶娘带回来的人，咱们还用不着怀疑他呢。陆婉，你这脑袋瓜子简直连你云姐一半的聪明都没有，以后要多跟你云姐学学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今天了，你怎么还不回房里睡觉呢？哎，义母。雪琼啊，自从你回来呀，义母心呢已经定下来了。这几天是端起饭就吃，倒着床上就睡。你怎么反而无精打采起来了？啊，这神情就好像我前些日子一样啊。义母睡不着吃不下也是担心你呀，那你呢？担心是谁呀？我没有。雪球啊，这话你要是在徐家堡说也许我会相信你几次，可是你现在呀唬不住我了。
雪球，告诉你，你心里头放心不下的是谁？是不是林公子啊？不是，不是他。雪熊啊，你现在是长大了，告诉我，到底想的是谁呀？说呀。义母，你别逼我好不好？我真的没心事，一会儿我就回房去睡，好吧？哦，好好好。哎呦，雪熊啊，你真是，现在也跟义母分开心眼了啊？想你小的时候啊，什么话也不瞒着义母。我不问你，不过你要好好去睡觉，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啊？嗯。是谁？你喝酒了？师姐，你鼻子可真灵啊！我在前头陪吴老九喝了两杯果子酒，他说自己酿的，不要紧的。嗯，走路都东倒西歪的，还说不要紧呢。一点点果子酒嘛。玉飞，要是平时。你喝两大坛子也没人管你啊！义父说，咱们在泽州城附近，那么多流匪，要是喝了酒误事，那还怎么办？吩咐过咱们不能喝酒，你忘了吗？没忘啊，这一点点果子酒是不会醉的了。说了也是白说，你要是听话的话，太阳早就打西边出来了。哎，你看什么看？师姐，这我最近这糊里糊涂的过日子，也没留意你。你好像瘦了。胡说，我跟以前一样。不，我看得出来你有心思。不许你瞎猜。哎，师姐，你不要老拿着我当小孩，其实。你只不过才比我大一岁嘛，我自从经过琪儿那个事情以后啊，我自己觉得我忽然长大了。琪儿怎么了？师姐，不瞒您说，这个琪儿我是挺喜欢的，可是啊，他不喜欢我。他一见了我就紧绷着那脸，他就见了林飞鸿才会笑。啊，他看着林飞鸿啊，就好像我看见他一样，这高兴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才好。可是林飞鸿对他，就像。他对我一样那么冷淡，你说这是不是报应啊？师姐，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，那林飞鸿对你啊，就像我对琪儿一样，那你对林飞鸿呢，就好像琪儿对我一样那么冷淡。奇怪啊，就不晓得是什么人了、啊，在捉弄我们啊。哦，对了，会不会是我们小时候听师娘讲故事里面那个什么月下老人呢、啊？我见到西门飘的时候。那种心情，不正和林飞鸿见到我一样吗？
是，西门飘马上就要跟高湘云成婚了。哼，雨飞说的不错，是有人跟我们开玩笑，只是这个人的心太狠了，竟然跟我们开这种痛苦的玩笑。在石岩上，西门公子把外衣替我盖在身上，而我却忘了把这玉佩送还给他了。我该不该去找他呢？樊姑娘，我突然出现，你感到意外是吗？樊姑娘一向是来去匆忙，在下早已经习以为常了。这房子是高真送你的？这土匪头子对你还可真不赖呀。听人家说，你这个月就要跟高湘云成亲了，是吗？这是为了什么？你怎么对雪琼交代？狄姑娘已经谅解了。啊？樊姑娘，你还记得在下曾经托你带一粒疗伤药给狄姑娘吗？高湘云给了你一粒疗伤药丸，是要你答应跟他成亲。这代价未免太高了吧？可是毕竟用这疗伤药丸救了狄姑娘一命，对在下来说这也算是值得的。可见的这一切都是命啊。做姑姑再怎么操心也是争不过命。西门飘，你认得这条手绢吗？这是高真的。我知道，可是这四个角都打上了结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在下就不明白了，樊姑娘，这条手绢您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我正在查这件事情，也许他跟你爹的下落有关。樊姑娘，这……你别急，等我查出个结果来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樊姑娘，你为了寻找我爹的下落，好费苦心。西门飘实在是感激不尽。其实你用不着谢我，我并不是为了你。不管是为了什么，樊姑娘，为报父恩，我西门飘今生今世将永铭骨内，毕生难忘。找西门飘，想不到他竟然不在，三更半夜的他会到哪儿去呢？雪琼妹，最近你的反应灵敏多了嘛，好像这些日子你的武功精进了不少啊。我的武功进步得怎么样是我的事，用不着你操心。哦，
听你这么说，你好像对我挺不谅解的。是不是为了上回我伤了你呀、啊？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我那是不得已的。你想想看，我要是不出手伤你，你在愤怒之下，岂不是要了西门飘的命了吗？我才不会那么小气呢，记着一掌之仇。哦，那我真的就不明白了。这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对我不谅解啊？老乡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为什么逼得我说出来不可呢？你的脸皮虽然厚，我却替你觉得难为情。哦，哼，我倒希望你把话说得清楚一点。你是刘匪头子高真的侄女儿，你不但不劝他弃暗投明，反而仗势欺人，自比为金枝玉叶，殊不知在别人的眼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草寇。你我之间没什么好谅解的，因为你不配跟我说话。嗯，好极了。对，就像你说的，我是个草寇，我不配跟你说话。可是狄雪球，你那最心爱的西门飘马上就要跟我成亲了，这件事你不知道吧？狄雪球，如果照你的看法，这西门飘也不会比我高尚到哪儿去，他也是个草寇，他跟我是一丘之貉，这就奇怪，你怎么会爱上他这种人呢？嗯，高翔，我跟你拼了！我弄明白，这儿是泽州。可不是你们徐家堡里，你要知道，要是让外人晓得你就在这儿，不但你自己的命保不住，你还会拖累西门飘，你明白吗？算了，你冒这么大的危险到这儿来，为的就是想见见西门飘，这在感情上嘛，我是胜者，你是败者，所以就算我让你一步也无妨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先走了，我让你一个人在这儿等西门飘，好让你们道个别，说几句知心话呀。不，高湘玉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是吗？这个玉佩是西门飘遗失的，我今夜赶来就是特地来送还给他的。哦，既然你是西门飘的未婚妻，那我就托你代我送还。
嘛，我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了。不许拐弯抹角，我限你三句话把原因给我说清楚。用不着三句话，只要一句话，书王您就听明白了。好，那更好，快点说。我是想把徐家堡的人全部集中在泽州，好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嗨，你这一网打尽说起来容易，泽州这么大，你知道他们躲在什么地方？我当然知道了。云姐，那徐家堡的人到底躲在哪儿啊？在城西吴老九的皮匠铺子。啊？商人，你这个消息可靠吗？这是让我的丫头跟着狄雪琼的行踪，这当然是可靠了。好极了，我即刻派人到皮匠铺子，把徐家堡的人一网打尽。你打算派什么人去啊？这父王，孩儿自愿前去。哎，大王，末将也愿意随少将军一块儿去。将军，你的意思呢？依我看嘛，这徐维雄、欧阳居，他们个个都是宝刀卫了。如果说让高禄跟贺荣芳去，就是带再多的人马，恐怕也难免被他们逃脱吧。嗯，对。所以我想嘛，这要活捉生擒，这徐家堡的人根本就用不着人多，只要西门飘一个人去就够了。云姐，你怎么把这些立功的好差事都交给西门飘？哼，你以为这件事情办起来容易吗？还有你，要不是因为消息得来不易，怕你打草惊蛇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话，我倒希望我书王先派去碰个钉子回来，然后再派西门飘去。相公，你这话未免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给看扁了你。我肯在门缝里看你，这已经是你的造化，否则的……否则怎么样？否则好了，不要吵了。何荣芳，带二十个人，跟着西门飘到皮匠铺去抓人，一切要听西门飘。是。高相君，居然派人去跟踪狄姑娘，你未免也太卑鄙了。是吗？有道是兵不厌诈，我不这样做，我怎么能打听得出徐维雄那伙人的藏身之处呢？也许你早就知道他们的下落了，可是你不告诉我，那我当然只有靠我自己了。你要找出徐维雄藏身之处，方式很多，为什么一定要利用？为什么一定要利用狄雪琼是吗？如果是换了别人，我没兴趣。高湘云，你这么做会使狄姑娘在义军面前成为一个不忠不义的人，她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来对付他呢？你瞧你，这不是多此一问吗？不过告诉你也没关系，我就是因为你，听明白了没有？嗯？三郎，书王已经降下旨意，让你带着人到吴老九那儿去抓徐家堡的人，该上路了吧？这根本不是大王的旨意，根本就是你。是啊，是我呀，是我奏明大王，让他派你去的。我就是要让你亲手抓住狄雪琼，
让他恨你一辈子。三郎，这次有贺荣芳陪你一块去，所以说如果你想徇私想放走他们，这件事情恐怕就不容易办到。三郎，贺荣芳已经在外头等你了，我看你还是赶紧上路到吴楼九那儿去，你误了代王的事，代王会不高兴，知道吗？三郎，我在这儿预祝你成功啊。哎，三爷，我想起有一件事情啊，一直在我心里头犯嘀咕，我想我还是应该告诉你啊。什么事情？今儿个早上啊，天刚刚亮，嘀咕娘呢，她打外边回来，我正在门口那扫地啊，远远的就看到有一个女人呢，像是在跟踪嘀咕娘，我一瞧见我，掉头就走了。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告诉雪成姑娘？告诉她了，狄姑娘也急得不得了啊，回头就去找，找了老半天也没有发现那个女人呢。阿九，你会不会看花了眼？哎呀，不会的，我这双眼睛啊是夜猫子眼啊，三更半夜的没月亮没灯光，就是掉地下一根针我也能把它找到啊。哎，告诉你说，除了瞧不见自己的后脑勺啊，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躲得过我这双眼睛的。耶，这哪来一封信呢？今日午后赶来捉拿贵宝之人，请立即关闭皮匠铺，往废屋藏身，可保无事。午后？哎，现在已经是午后了，这，哎，他们已经来了，快跑！快躲！干嘛？不皮匠站开！我去！我看你也站开，他们不会饶过你！别站开！不吃了！回头他们来了，发现这里没人，他一定不死心。就让他们发现这个地方，那又怎么办？快躲进去！不管外头发生任何事情，你千万不要出去，大家安危要紧。大爷，这是我们王府的三公子。啊，三公子，您有什么吩咐？不提价。大白天的把门关着干什么？我是看今个天气不错，我打算挑着皮货担子到乡下去兜点生意，所以今天我刚才就把门关上了。哦，该不是想逃走吧？啊，吴皮匠啊，有人告密说你这儿窝藏了徐家堡的人，有这回事吗？
三公子，这冤枉啊！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徐家堡的人嘛。嗯，这无风不起浪，事出必有因。苍蝇不叮没有缝的蛋，为什么不冤枉别人，单单找上你吴老九啊？这，哼，吴老九，老老实实说出来，徐威雄那伙人到哪儿去了？大爷，我是真的不知道啊。啊，不说老实话是吗？活得不耐烦了。哎，贺将军，啊，是你该听我的，还是我该听你的？啊，大王吩咐叫我听您的，那你就少开口。啊，是。吴老九，哎，有人看见有很多徐家堡的人打你这个皮匠铺出来进去的，你真不知道吗？三公子，我这是做买卖的，成天进进出出的那么些人，我哪弄得清楚他们都是干什么的？三公子，咱们是这样就算了，铩羽而归，还是搜查一下这间皮匠铺啊？当然要搜。三公子有令，搜。是。走。一时的疏忽难免造成弥天大祸。这封写着徐威雄等人藏身之处的信，竟然会落在了贺荣芳的手里。有心向善的西门飘能不能够挽救这个危机呢？徐林凡扮成了道姑混进了王府，他的身份会被高湘云识破吗？请继续收看《侠骨丹心》续集。